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然后我来自台湾。咁其实我讲笑嘅啫，其实我系香港人嚟嘅。譬如女仔可能一个月有一次唔舒服嘅话，我哋可以请一日假。原因其实你可以喺病假，即系佢会有得俾你拣病假度就咁写生理假。而家储咗一个习惯，就好中意搵嘢食咯。咁可能遲啲就可以寫 blog。